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，视频的开头我们一起看一下最新一期的腾讯音乐有你榜。不出意料，周深的新歌《奇遇乐章》终于是拿下了本周的周榜冠军。这首歌曲是周深在有你榜上的第21首冠军单曲，也是周深的歌曲第32次夺冠。我们都知道周深是有你榜冠军最多歌手的纪录保持者，如今周深再次刷新了这一项纪录，恭喜周深。不仅如此，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，这首《奇遇乐章》更是拿下了推荐度 Top 1和传播度 Top 1两项冠军，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了。这同时也应该是刷新了有你榜的新纪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进入榜单前三的还有歌曲《焰火》，位列周榜第三名，而且这首歌曲在最新有你榜的实时榜中已经是跃居第一名了。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曲曾经多次接近过榜单的冠军宝座，但是都遗憾的失之交臂，期待这首歌曲本周能够发力成为一首冠军单曲。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继续助力啊。说到周深的热度，小编还不得不提的是11月男明星热度指数排行榜 Top 10。纵观过去的11月份，周深都是最热男明星榜的常客，甚至多次维持在榜单的前三名。如果单论主身份为歌手的艺人的话，周深在11月份的热度更是多次维持在榜单的第一名。而目前以周深的状态，12月份的热度应该依旧是高热状态，毕竟年底活动多，况且还有新音综的开播，周深再创纪录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